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，这怎么翻啊？大教堂音乐，这叫什么？冷枪哦，放冷箭哦，开始，冷枪，冷冻枪，冷射，死射，嗯，有没有庆忌？非常冷的一夜，我宁愿待在家里看电视放松，但是我有工作要做。Spencer， 他住在12号沙拉托加街，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，我不能失败。什么东西啊？暗杀者哦。哇，这个画面好，例子超多哎！你要什么？黑暗兄弟会。玩劳工舞的时候，我很喜欢黑暗兄弟会。我把黑暗兄弟会任务全部解完，我真的还很期待下面还有更多东西，结果没了，已经解到空了。哎、欸，啊，干，我是杀手啦！这杀手也太近了吧！怎么？哦，他吗？这瞄准镜真烂哎、欸！有没有16倍啊？58倍啊？我有打到他吗？有吧？我要去确定。啊？这杀手也太不专业了吧！所以他拿枪在晃画面，怎么像好像在晃屌一样啊？这么近的距离打下去开枪，然后不知道人死了没，他还要下去查看一下。今天是第一天上班哦，我从头到尾只有9发子弹，然后我也已经浪费了2发了。好，这样子哦，这地方好像我玩 H1Z1 其中一个点。有斜坡，有树林，然后有一些独栋住宅。哦，这是他读取画面啊，还以为什么意境呢？月红俊啊，这红俊，这个臭新手，我目标到底在哪一楼哪一个房间我都不知道，进来之后还要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钻，他们到底在吃什么啊？啊！有什么东西在这肉块下面？我拿不到哎、欸。我需要尖锐的道具啊！没有刀哦，看看。找子弹，找道具，子弹。我暗杀目标的家里会有子弹可以找？怎么那么黑啊？哎、欸，我真的找到子弹哎、欸！他们家厕所一堆子弹。哦。我看到血迹了，我可能杀成功杀掉了。耶、欸！按摩浴缸，按摩浴缸上面有一排子弹，什么鬼啊？我成功了嘛？啊人呢？手电筒不带？什么、啊？他脑袋爆掉了？米娜，如果你在读这个讯息。代表所有事情都走向正确的路。我很害怕，在几个小时之前，我不知道我会这么快就死。不管如何，想想这些理由，让我这一刻非常的快乐啊！我
我非常的紧张，不过我的生活没有你就没有意义。做这件事情是最好的决定，是我这辈子中做的最好的决定。不要觉得伤心 ，Daddy 爱你，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。我看到杀手用枪指着我了，他，呜，呜呜，我不喜欢这件事情，我要离开这里。我被安排来杀这个人，这个人实际上就是我雇用来杀自己。大小声音啊！那他妈在哭啊！他在干嘛、啊？哦，哎、欸，他头中弹还怎么还会动啊？他把家封起来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兄弟。哪来的？最好赶快离开。这个人好耐打哦。我想那些声音来自浴室。然后那块肉我没有找到尖锐。哦，我靠！我血，他不会死哦。他全身都烂光了。这是什么鬼啊？重试一次，哪来的超级士兵啊？靠，要来重来哦！我的目的是赶快离开而已吧。我可以赶快走吗？欸，他会来耶！哇，所有地方都封起来嘞！救命啊！这怎么办啊？浴室不是说有声音吗？欸、有把刀，我去割肉了。这家伙是不死士兵啊，僵尸王啊！哎、欸，割肉快割啊！我拿到了图书馆钥匙。哎、欸，怎么有这怪物在那里？啊！我子弹真的不够啦！图书馆钥匙是开哪里啊？楼上吗？哦！我根本打不死他！但我找到了一些纸条。读不太出来上面写什么。本地传说 ，Rakmon 猪的尸体会出现这只东西，拉克蒙德，猪肉怪物。它还有第二阶段，它附身在宿主上面，宿主一定要被牺牲献祭死亡，就会变成跟它共生的肉体。你要杀死拉克蒙德，你一定要先杀死宿主，在宿主牺牲之后，他的欲望就会被填。所以这个宿主是那个光头。先下雨啊，下到山上，然后下到河川，然后变成海，雨水的一个循环啊。我拿到了地下室钥匙，我觉得我一排子弹根本打不死他、欸。不理他了。哇塞！他在敲自己耶、欸，他手也没了。哎、欸，他把自己敲死了。把门关起来。Holy shit！ 啊，我没有近战，我要打屁哦！
进去子弹也太少了吧？屁嘞！我哪有那么多子弹打这个东西？爆了！我有5万发子弹吗？我有机关枪之类的吗？什么？医生马文。他的病人 Spencer 就是我的目标，46岁。我靠，他195公分呢、欸。这个病人有严重的忧郁症还是什么精神病？在说自己失去了孩子，其实他并没有孩子。所以我们一开始看电脑那封信，什么写给米娜说 Daddy 爱你什么的，其实都是 gay 的。搞什么鬼啊？这小怪都要杀光吗？那最后一发不能发射、欸，但是我要自己去自杀的子弹是不是啊？那一支哎、欸，干！下面完全是那个 Spencer 到底在研究什么鬼啊？逃出去！我没有子弹的、欸。我要死在这个粪坑里面了！而且这个杀手竟然到现在还不能跑，白痴吗？车就在附近，但是我不能把我的东西留下来，不能留下证据，要上去收枪。我真的觉得我这个杀手很菜。在哪里啊？哎 ，sniper， 好，能不能换枪啊？啊，我的包，好，啊，我的包里面也没有任何的子弹哦。桌子上有子弹。这个子弹是无限的吗？没有，怎么不用打吗？打不完吧？这个，你傻小，这是什么都市传说？无限增值吗？这怪物也太恶了吧！上车，上车，我的车就直接停在我的狙击目标的旁边哦，我还要帮他开车出去哦，不关了啊！啊，我好累哦，我甚至没想过我要开往哪里，这个工作完全是一团乱，我还活着完全是奇迹。但是还剩下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中。那个 Spencer 真的要被杀死吗？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呢？是吗？要前往我的新生活。不过我不该得到新生活。在讲什么啦？怎么可以往旁边看啦、啊、那个杀手杀完人之后还有各种道德反悔啊。做什么杀手啊？你去做蛋糕好了啊，做披萨好了。哎、欸，没嘞。他经历了这一次最后一个工作之后，然后又看到这些恶心的怪物
然后突然就干嘛变好人哦？我到底是不是第一天上班呢？我不觉得是哎、欸，但是这个家伙给我的感觉又好像是哎、欸，东西也不收，然后枪就放着，然后跑去那个被狙击的目标旁边去他家看看看东看西啊？他都没想过，如果那个目标虽然之前有调查过，哦，可能没有家人什么的，那说不定刚好邻居在家，那你要多杀几个人啊？刚好在家开趴之类的啊，有50个人在家里面呢、欸，那你怎样？你要把这50个人全部杀死吗？而且他都没有带什么预备的道具，然后车就停在那个狙击目标的家旁边。你知道这狙击目标就是北七啊，邻居也是北七哦，那莫名其妙啊，就是进去杀怪。然后还很好死不死的是，他的狙击目标又是一个喜欢召唤怪物的人啊。然后这个封面对不对？你们看这边这一包，那一包有没有看到？雕像下面有一把狙击枪，然后有一个满满的包包，我还以为里面是什么拔蜡手榴弹还是什么 C4， 结果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是装什么洋芋片哦？北极吗？他看那么多怪物，他到最后也不跑，我还幸福的是慢慢走路哎、欸，不是跑步哎、欸，刀八七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杀手，要杀什么？杀空气是不是？没有啦 ，VTuber 囤20，好可以，啊，标题就叫做“杀光 VT 囤”，可以吗？哦，下一个目标就是 VT 囤。